发展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对，这里。二七七啊，你好啊，我是272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很复杂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啊，我们不用用到这么多，市场不要用到这么多，只要黑板上那些就可以。所以，我就不用它level one，就它level one有一点这个啊，就不必要。我们其实不需要level one这些东西，我们只要控制到我们要用到第几项就可以了。OK， 哦，10:30了。我才讲那个，讲一下前言而已啊，就已经10:30了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把这边先擦掉。我再讲几句话，我们再休息。以前就先在用他这本书上课的时候，都要跟同学讲说，那个觉得自己数学不太好的，可以利用这本书把自己的数学提升一下。我想不止提升一下，提升很多了。就是说，告诉你几率啊，用到的数学都是好数学。没有那些废话的东西，没有那些看起来不知道用在哪里的东西，都是有用的东西。好，我们要 define 的东西，我们 define 这个y 阶梯，y 阶梯呢是这个。你把左边取期望值，
跟右边比较一下，把左边几期望值是不是这个就变成是它的特征函数 ，x 阶的特征函数，扣掉这个的期望值，扣掉这个期望值 ，x 阶期望值是零，所以这项不见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变成二分之 t 平方 x 阶平方 ，x 阶平方的期望值等于四个马阶平方。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这个？后面这一项，这项不见了，简易留着。不同的是这个，不同的是这个。对，你这个期望值跟这个不会一样，差多少 ？OK， 差多少？所以我们要。等一下就是把这个 Y 阶跟 A 阶的 Y 阶的期望值跟 A 阶的期望值做一个比较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个 Y 阶 D 除以 VSN 减掉 A 阶 D 除以 VSN， 我看这项差多少？为什么要看这项差多少？因为跟我们等一下要来算这个大 S N 除以小 S N， 它的特征函数有关系。好，这个如果要证明它收敛到它的话，基本上我要证明什么？我要证明这个 S N 除以 S N 的特征函数要收敛到。好，我这个 Y 是它的特征函数嘛？这个特征函数跟我刚刚定义那个。其实刚不要定义它叫好，应该定义它叫 G 比较好，好吧？就是我刚定义这个 phi one 等于零到 t e i x d x， 我说我应该把它叫做 G 啊 ，G one 在不在？啊 ，G two 就是 G one x d x。哦，我是这个意思，因为 phi 我们把它当做这个特征函数的这个，所以我用 g， 刚用 g 去定义嘛，所以我就是要证明这个东西呢，会收敛到一的负二分之 t 平方，因为常态分布的特征函数是一的负二分之 t 平方，哎，这个我有讲过吗？标准常态分布的特征函数，假设 x 哈，它是 normal， 应该是 normal mu 西格玛平方 ，OK， 那它的特征函数就会等于一的 i t。减掉二分之一 t 平方，是个哪平方？这个还没有讲啊，对不对？等下顺便讲一下。好，那你看啊，我要证明这个 S n 除以小 S n， 啊，它的分布收敛到标准常态分布啊，啊，那标准常态分布它的期望值是零，变异数是一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说，你的特征函数要收敛到这个期望值是零。你看，期望值是零的话，这项是不是就没有了？期望值 mu 是零的话，这项是不是没有了？西格玛平方是一，那这项是不是没有了？所以就变成负二分之 t 平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要证明它的特征函数收敛到这个 exponential 图负的二分之 t 平方就可以了。对不对？那它的分布就自动收敛到标准常态分布，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情。OK， 对所有 t 除以 r， 这是我们要证明的。好，那你这个东西呢？你这个 phi 啊。
Y S N 除以 S N， 这个是一个休息一下。